从2009年罗马开始吧，也是很多项目都一直在留在中国，所以说希望继续能把这些优势留在中国吧。对，放松心态，然后到了比赛，我觉得大家一定会见到分晓。反正现在我觉得自己的状态还是非常不错的。对。做好了来打硬仗的准备，因为听说因为场馆非常的冷嘛，因为它是半透风的，对于我这种比较瘦弱的运动员来说，还是有一定影响的，尤其是短距离，它对肌肉也是有影响的，因为它冷。其实我自己还是心情蛮愉悦的，挺开心的，而且抱着学习态度来吧。